就是摄影，我们的专业哦。哦，上次的、啊，哎，妈妈自己酿。对，上次有。对，我们林子怡现在也很爱喝醋，爸爸，这是我们家的杯子。过来，那先到。所以就这样，你要带一条。妈妈，我可以去盛饮料吗？没有，开心。还没有，不用。你先放这个。那个是苹果汁。有嘉宾。可以的。哎，我刚刚有。我忘记说这个地址。有的有写名字，有的没写名字，然后找。家里面有狗，现在就关乱。他哪会清哎？外面不是你们班的也有来吗？没有啊。对呀。对。妈妈，这个是梦。梦配文。配文。所以妈妈的。在我们家。你们家比我们家的还远。我们家比较快啦。啊，很多。会有跟他另外的吗？直接去那边就可以买到。哪一种的嘞？那有在。这中国菜，他们人家送的啦，淡水鱼丸，没有呀，一莲藕汤鸡猪脚，这个鱼蛋鸡有没有酸辣汤啊？香港风味，我有炸米，我有炸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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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风味，外国菜鸡，我们来吃鱼，啊，我来讲的，不辣，不辣，我只知道鸡一出来要吃，香港风味，香港风味，我讲还要五件。哎，电动的吗？对，电动的啦。好。沈涛耶，我女儿就有跟我讲啊。沈涛耶，1000多，10000多，1000多，1000多，差个零呢。1000多也不贵啊。对啊。看起来不错，都这样子，好像学长了呗。乱讲一个哈。那餐厅不会，那个餐厅服务生都这样子的。真的，服务生也是用这个来玩的。餐厅的，你确定？你去哪一家餐厅啊？那一个不小心跌倒的话，不就很怕呢？不会，除非你那时候很邪魔。他可以跳车吗？跳车。你不要再跑了！你往前，你车子就往后摆。那我够酷，我玩的。我里面有什么味道？有酱啊！我帮你啊！要还是不要？可是因为我忘了带个空过来装冰块。哦，你有小牌呢。你帮我捂着旁边。你去吃啊，猪脚。这是大姐他们怎么的？刚刚那个饭。平平啊。够了。汤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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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这张有个过来。我只要吃饭，我想要吃那个这个。正在等我的珍珠莲藕贡丸排骨汤。这个加吃啦。莲藕，今天来吃饭了，莲藕。这是莲藕啦，很好吃。啊，麦去吧，去吃啦。好喝喝。你要哪？这里有米汤，这里有面，也有那个米粉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什么汤？这个汤，它那边有一个汤。那个不知道，叫本人。小叫本人。还有干不来？你买那个多少钱？你看一件一张干不来？不赢。我感觉讲你拍了那拍，直接跳哇塞！我一万好加钱多吗？你才一千多啊！哈哈。对，他们玩梦，我们是很多干吃的。那带头盔，我们家有，之前有，有糖果的。那你给我啊。没有限重。没有。没有限定，没有限量，没有限量。吃肉。妈妈，我找到西西了。好玩吗？你今天穿好脏。是啊，好脏。刚刚是睡的吗？不干活。不见了。出来了。你要怎么了？基本炒饭。真熟悉。小五在家一岁了。什么？又过去一点。坐这边，坐这边。三岁了。你想要什么？叫。睡觉。刚刚我可以把麦上来了，可以吧？你爸他们三个，然后我爸给你，然后还有那个爸，他玩坏了，你整到那么嗨，那你先过来一下，我叫我老婆那里。等一下先决定，然后等一下再讲。我要钥匙，他说他要识别，他说了解，他不写，他不要灯。没有，他不是他我没有踩他讲的是他，我没有把他那里也可以啊，我那里有草地，是啊，谢谢。说这边没有两个骗你的，我就是那个，是啊，那就没有。我什么芝麻可以当做一个谢谢。我有把广妹折，广妹折那不会留住的。这个闻到鱼下巴味道。什么？鱼下巴。你有闻到鱼下巴？他退休了之后会开一家照相馆。那中间要不要我快点过来？我先考。蔡梦妍已经决定要撕了，所以就。你在剥葡萄哦。他是长老，偏差没有在管他，他是长老，怎么说他偏差？他不想玩了。
在看有拿家资要给谁而已。没有，他是。